谢谢啊，我去了。来来，嗯，你来过这儿吗？没有啊。要不还是算了，我们再找新客户。那怎么能算了呢？赵总好不容易才答应我签约的。那你要住延安区啊？放心吧，去了。好。哇，好久呀，赵总。必须的嘛。赵总你好。哎，小新来了。 来啊！没事，都自己人。来来来，坐。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大美女小金，请你来。你好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坐坐坐。赵总，合同给您带过来了，您看一下。今天呢，叫你过来，不光是为了合同的事儿，最主要是你介绍两个潜在的大客户。刘总。刘总你好。辉哥。 辉哥你好，杰哥呢？只要你把他们两个人拿下，在你们公司以后，你月月都是销售冠军。谢谢赵总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算回来了？来来，手机都打不通，凯哥都快急死了。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找不到了吗？怎么突然找不到了？凯哥，什么情况啊？ 本来今天我跟他约好了给雪糕做个猫爬架，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你说。来了微信一向秒回啊。说的就是这个事儿。我打个电话。赵总，您先签个字。来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不好意思啊。安姐听得到吗？喂，安姐。喂，来来，你在哪儿啊？ 喂，安姐，这是帮我拿一拿。喂，安姐，小姐，这是找你签合同的，走进吧。不好意思啊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关机了。 他刚才说什么了？刚太吵了，好像有人在唱歌 ，KTV 大晚上去 KTV 干嘛呀？不是，好像有人还说什么把啤酒送到408，不是还喝酒？咱们一家家找他们去吧。不，川河一共也没几家 KTV， 有四楼的就更少，对吧？408，408，我查到了，新乐会，我去开车。 快走！马上撤了。 事儿吧？哇！啊，都是在我们寝室呢。小金，不许黑呀！真没少喝。小金，小金，你干嘛？啊，小子，你谁呀你？你谁呀？别冲动，有空说，有话好好说。 千万不敢动！走，我带你回家。慢点。何子。有没有事啊？来了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来了！别开！别开！这是我的同事，他是我们的同事，李正，你误会了。什么意思？看着我干嘛？滚人在那边！来了，你还好吗？我不干，再不干了，我再也不干了。
以后你要再做这种事儿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不能不能。